鸟叔妹回来了，喂，他们很爱这个流沙的感觉，就这样踩上去，然后就整个滑下去。他好爱这个感觉，每次都在爬上去，然后就这样，呜，掉下去了，哦，要被埋起来喽，哇！慢点，哥哥不见了怎么办？慢点，哥哥不见了，你看外面在干嘛？他不见了，在里面不见的，不是外面，他在家里不见的啊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不见就算了，他会自己回来是不是？反正是个草包，哎，有了，听到声音了没有？对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哇，哥哥被关起来了，出不来了，怎么办？你要救他吗？啊，不要哦！你要在上面嘲笑他哦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嘲笑他，看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你一边舔手手，一边等哥哥。糟糕了，哥哥有夜盲症，他在里面看不到。你要小心哦，那哥哥爪子很尖哦，戳到你会痛哦。哥哥抓住板子了，不要理那个草包，自己到旁边舔舔。好，那我们看草包什么时候起来，不要让它出来好了，把它关起来好了。每天都晚上都跑到外面去乱跑，害妈咪担心。哇，大家绝望了吗？我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哦，适时的给他那个落井下石一下，他快跑出来的时候就扒他头，把他扒下去，草包哥哥。他在观察，一边自悠闲的舔舔，一边观察。呜、哦、呜，出来出来，对对对，哥哥在这边，他就往这边咬。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嗯，本姑娘一边抓痒一边等。哥哥放弃挣扎了吗？他在里面破坏那个保利龙，哎，是放弃挣扎的意思吗？出来了，要出来就出来啊，出来啊！你不舍不得出来啊？他在里面太暗了，找不到出口，然后再就是每次要跳上来都被他妹给压下去。好啦，生气哦，摸你头不行哦，他上去找他妹寻仇了。哦，刚刚是不是你压我头？凶他欸，凶他欸，想互凶欸，妹妹也凶他。哦，一个远距离跳跃，很漂亮。啊，两个要分床睡了吗？哥哥，你要下去哦，你等下会出不来哦，你妹妹会，你不怕你妹妹？你要下去哦。喂，奇怪，电梯怎么坏掉了？电梯应该要往下面的啊，我要去 B1 停车场啊，我车停在那边呢啊。你看他那边吞呢、欸，用力吞，用力吞，看可不可以把自己吞下去。好好好，我放手，放手，哇，放手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放得太快了，一口气掉下去了。诶，那个草包嘞？草包不见了。哦，草包不见，你要就又回来了？你要来等要攻击哥哥了是不是？你哥哥真的会被你玩死欸！